天领着俺妈俺弟他们去给我打包快递了，但是车先好，俺给车停到这个市里头五块钱，再骑共享单车上那门，找不着车。以前感觉都是这共享单车，咋一找没影了？你瞅瞅，姐姐也没了。我这还有这么多，我这还有五家。好了，谁呀？路口人。今天俺妈赶紧就过来帮忙。但是给大家说一件事，昨天买车500条裤，今天一打得有300条都发不出来，货是有，你看这几大包都是现货，发不出来。大家可以到时候如果今天那个如果还没有发出的话，如果想等都等一下，如果等不了的话，都申请退款都可以了。申请退款，你去试试。看看这后台，这是还有560单。这个裤，大爷。你看一下就知道了。这答应成功一笔，199笔都失败了，剩下都打不出来。俩地嘞，二主说，二主摇动。我有2个地都过来帮我打货了。啊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可以了，房间的大袋拿来，那个大紫色的袋。这啥？拿来啥？四个。拿了四袋。可以的，感觉从来没有穿这种衣服过，这种色彩的要看起，你喜欢哪个？还是有点破吧的。二主俩都有，两个感觉不一样，脸都肿，这种老汉脸宽松了。还是小老爷子大，这个嘞，这是最重要。还有这个美女，哎呦，天哪！咦，从哪看帅？咋治？我看不住你照镜。哈哈哈哈哈！好看。然后你找了另外2条裤、3条裤。这个是西裤，一穿是偏运动的，然后这两款。那都是人气的。真的都黑了，那黄色的，真会。二叔，你一下子变得有气质了。没事，从阳光的变成王子了，就是说。我刚入口一站，显得有点 low 了，不是都？看你整个你的大衣。我整个大衣吧，大衣真嫌弃的是。对，错了，明天我也得穿我的大衣。这两裤。什么？你要裤你咋的？你最好一身一身的。回家给你来一样，全部给我收拾收拾。这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这新衣裳穿上走了，冷不冷？不冷。小孩也还是得稍微打扮一点嘞。我感觉跟前一天，应该还看俺爸是意思吧，是吧？二叔那是，现在真是冷的多了，以前的。二叔，你发现就适合这样了，很好看。不要留长发，不好看。你也这样回头再留长头发都。改穿了，都吃醋了，我要啥？算了，面国也买大衣，我也要大衣。他这女的也穿上衣裳，这不再上一楼，一楼都是女的。这二主跟二主站一块儿，二主，你搞啥去？谁的？你好。二主像个小女孩，俺妈刚良心发现的，心痛了，问俺两个要不要衣服。现在接一天，今天把那个小碗做好了，多好看！这边边给个羊身上了，这俩小偷，有这布贴硬了，是交给里头弄的，但是绝对没有这布软和，真的。真的可好看，还挺好看的，不是？那你俺现在，我俺带的手艺，我一个继承人都是俺妈了，俺妈也会，我都不懂了。温暖的风呀，吹开心里的花，去年种的云朵正在发芽，长大吧，白色的梦呀，长。
成一片草原吧。谁在唱歌呀，让那小雨落下，去天中的云朵正在发芽。开花吧，心中的种子呀，开出一朵透明色的花。